净土圣贤录，民国富尔臧。民国时期，有位叫富尔臧的居士，字寿臣，浙江镇海人，生性纯孝。他家境贫寒，平日里仅靠卖些糕饼来维持生计，供养双亲。清朝光绪十一年，即公元1885年2月，他的母亲于氏生了重病。富尔臧居士不惜割下自己大腿的肉，煎药给母亲服用。这年的9月，他的父亲也生病了，富尔臧居士就和之前照料母亲生病时一样，又一次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肉来煎药供父亲服用。在父母双亲都去世之后，富尔臧居士就开始常年吃斋念佛，戒杀放生，希望能为父母积累福报，以此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后来，富尔臧居士在智瑞法师座下皈依了三宝，并于民国四年，即公元1915年，在普陀山受戒。民国20年，即公元1931年2月，富尔臧居士忽然患病。到了3月初8这一天，他说：“我看到阿弥陀佛手持莲花来接引我。”随后，富尔臧居士就盘腿坐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当时室内充满了奇异的清香，富尔臧居士时年79岁。后人评论说，孝是敬业三福之首，至孝之人念佛，临终前得蒙阿弥陀佛的亲自接引而往生西方净土，这是必然的呀。